你让我伤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你对其他男人笑。我妈朋友也有一间这样的四合院，就是比这个少点儿。你猜多少钱？多少？一间小上市公司的市值吧，还得是你们北京啊，卧虎藏龙。嚯！看到那个大叔了吗？嗯，他就是院子的主人，老张。听说背景挺深的，二代。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应该是万国董事长马奇远，旁边的那个一字间呢，应该是他的新女友，年纪轻轻的，傍上叔叔了。挺虚荣。哎，徐子泉，你今天穿的可真帅气啊！哎，之前以为你只喜欢当代艺术，你看这花这鸟画的多生动啊！随便看看。这花这鸟都是老张的藏品。老张是谁？那个。你看啊，他是有胆识，有运气，还有能量。哪里来的？厉害。拍卖会上我都没见过，阿姨你们看啊，嗯，张总这儿的画啊，有一幅是一幅，全是精品，非常罕见。嗯，唐小姐对书画也有研究，喜欢谁的画呀？啊，我呀，我才疏学浅，我都不敢说，怕您笑话我。进去看看。哎，等会儿。嗯，不着急。那我说了啊。其实我觉得呢，这些画家都受到了隋唐山水的影响，一代一代的仰慕和震荡都是逐一传承下来的，我们不能跳脱整个时代去单个的评价。张老师，您刚才提到林大师，其实我挺喜欢的。您看林大师画的鸟，他的肚子圆滚滚肥嘟嘟的，特别可爱啊。但其实您细看，我是感觉有一点悲伤的。当然啊，名字很好听，依风而眠，很浪漫。走。哎呀，没想到唐小姐还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啊。哟，马总，这么巧啊，好久没见。金投信泰徐子泉。哦，你好。之前我们有个项目一起合作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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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马总的女朋友真漂亮啊。不是不是，这是我的法律顾问，大律师唐颖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误会了。那各位先忙着，我随便看看。哎，林大师的小鸟，送你啊。很多人会觉得他比较俗气，其实短视。这一字间姑娘还挺厉害，本来以为她只是马奇远的饭后甜点，或者甜点上的一颗小草莓，没想到不仅伶牙俐齿、胆大心细，还实实在在的带马言商。看来今晚收获不错。
下班后一起吃个饭。怎么了？看起来精神这么萎靡不振的。感冒。是被工作累的，还是为情所困的呀？我还真是被伤了。你就不问问？是谁这么大本事？想都不用想啊，当然是个狠角色了。哪有这么夸自己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伤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你对其他男人笑。With love as I've got to soar and fly, in your love's embrace, I found my bliss, pure and free. You 伤我心了，我也要伤你心。那这个你也不用带了。